第25题，如右图所示，入口转弯处会装设凸面镜，而非平面镜的原因为何？老师上课教过，这种转弯处装设凸面镜，是因为凸面镜的虽然成像较小，但是可视范围比较大，会让我看到我原本看不到的地方。所以第25题问我们说，入口转弯处装设凸面镜，而非平面镜，原因为何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D，物体经凸面镜反射后，成像范围较大。